不是呀，也没双休啊，是怎么回事？哦，感谢小熊哥，谢谢。那我才是到哪个段位都，那我真的无法评估我自己哪个段位。难道我真的是个不屈白银三？这把如果输了的话，请刷不屈白银三，好吗？可能我就是不屈那个段位的。还好有你啊，东皇。你要是不抢这个东皇，别人进来的话，我就死定了呀。东皇，有你真好。啊，结果东皇没有开麦，我醉了。东皇，有你真好。这什么？哎。对面怎么不玩了呀？对面的，这什么意思啊？五个人全部不出来。哎，不是，我虽然六连跪，但是我心态今天很好，没有爆炸，也不至于。你们怎么了？
喂喂喂，你。这啥呀？哎，他这个进化丢得很溜啊！我要大过去的时候，他丢进化了。这啥呀？这送星局啊！星亚有人居。不是钻石才有吗？我开错了，我打的是排位吗？朋友们，朋友们，你们能开麦吗？我们打的是什么？我进错了吗？我进到人机了，就是排位啊，他们就是人机，真的吗？下不来了呀。你们是五黑集体被拔了网线吗？现在星亚有人机，走路扭来扭去的，就是他们是不会回答我的，是吗？原来如此，那我就不浪费表情了呀。那我们早点推吧，朋友们。快点推，快点推，早点打下一把。Go。 完了，我空大了，完了，我死了，我被人机杀了。这么秀的吗？目测这是人机十关吧，有没有啊？人机十关的水准，其实我也是个人机，你们知道吗？哇，这个人还挺秀的。你死一下吧。你猜，我们难得打人机相遇，也是一种缘分呐。我空大了。来吧，咱们赶紧把中路给推了。
哎，我都不好意思五杀呀，这打个人机打个五杀也是挺逗的呀。我们推了吧，兄弟们，我受不了了，我居然让这么多观众看我打人机，哎，你别看直播了，你快点，我们一起推了呀，你要被打死了，老哥，你不要秀人机了好吗？你要被他秀了，你除非开二技能反手普通攻击，哦，没事了。哎呀，这样拿个五杀，我真的不好意思呀。算了，算了。快！来，一波。哎，别死。来呀，朋友们，早点打完算了呀，我们没必要跟人机纠结这么久呀。这貂蝉这么秀，这不给貂蝉一个五杀，让人机有个高光时刻。被你猜到了，我果然又死了。我们不会打人机打输了吧？哎，你们两个别穿人机呀，兄弟！我推塔去了。快点，推塔吧。你死不死的呀，小老弟！好，一波，朋友们，冲！这是奖励我了一把吗？